黄露子英，欢迎露露。今年28岁的露露独挑大梁，接下金曲奖的主持棒，也成了史上最年轻的主持人。但没想到事业得意，情场却传出失意。露露在脸书上写下，面对生命的告别是一种强迫式的成长，而面对感情的告别也是一种。虽然通往大人的这条路真的很难，但我相信经过沟通后的离开都会使我们长成更好的样子，以后说不定还能以更好的样子再次相遇。而此文一出，马上就引发讨论。来，你听声音，好，我吃了，放进口盘上面，滋滋滋，香味扑鼻又超好吃，香哦。露露跟阿达过去因为主持爱玩客日久生情，原本低调交往3年，直到去年被挖出十指紧扣的照片才承认交往，之后感情稳定。很好喝，嗯，超好喝的。知道是什么了吗？我们不说，我们让喝到的人自己来品味一下。哎，你怎么喝的？好厉害哦。近年来露露事业起飞，不管是主持、唱片、代言都开出好成绩，也因此跟男友阿达聚少离多。而是否分手，目前经纪人还没有回应，而传言一出已经让不少粉丝十分震惊。三新闻王正祥、李慧泰报道。